北湖数十万军队兵止长安，而长安能抗敌的精兵不足30000，敌众我寡，胜算难测。大唐连年用兵，朝廷不堪重负，能否不动干戈，根除北湖人的威胁呢？陛下，臣有一策，可不用干戈，令北湖人从此不再威胁大唐。讲。北湖人分属众多部落，他们进犯关中，虎视长安，并不是为了大唐的天下，而是为了长安城的子女和玉帛。若陛下焚毁长安城，在南方选一风水之处另建都城，北湖人的威胁则从此无忧。父皇，儿臣赞成封大人之言，迁都南方将一劳永逸。父皇，儿臣也赞同封大人之策。裴坚，你呢？陛下，封大人之说乍听起来难以接受。自秦汉以来，长安就是历代王朝的都城，焚之一炬实在可惜。可是近年来，中原一带内乱不止，国力大丧，而北面的北湖部族兵强马壮，北湖每次进犯，朝廷的军队只是勉强退敌，难以完胜，更谈不上大胜，所以北湖的威胁才难以根除。即使获胜，朝廷也将元气大伤，大唐初建，国力脆弱，不如避强敌锋芒，迁都南方，励精图治，待国力强盛之时再与北湖较量。很有道理。父皇，封得宜之说乃无稽之谈。市民，有话好好说。父皇，强敌袭扰自古有之，父皇因圣武兴唐，雄踞中原，拥精兵百万，平定海内无敌手。若因北湖扰乱关中，威胁长安，就迁都逃避，将被天下人轻视，后世人耻笑。希望父皇给我数年的时间，儿臣一定平定漠北草原，让竭力归顺大唐。若儿臣食言不能如愿，父皇再迁都也不迟。很好，市民的志气，朕赞赏。汉朝的樊哙曾与二弟一样，扬言要用100000军队横扫漠北，结果呢，不过是一句空话。朝代不同了，用兵也有所不同，樊哙只是一介莽夫，不足一谈。我若领兵，不出10年，必平定漠北，此言绝非空谈，满朝的文武皆可为证。二弟之意，是在兵权吧？当然，无兵怎可胜敌？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你们俩不要再说了。市民，你若能战胜北湖，朕就不离开长安。父皇，儿臣若不能战胜北湖，永不领兵。陛下，臣妾听说陛下又让秦王掌兵权了。北湖进犯关中，朕不得不用他。陛下，臣妾听说每次北湖进犯中原，拿到秦王的贿赂便退兵回草原，秦王是以抵御北湖为名，除掉太子，杀害陛下，然后篡夺皇位。你这，你听谁说的？是不是李建成？不是，没有人跟臣妾说，臣妾自己觉得秦王就是向隋炀帝杨广杀了大哥，做了太子，又杀了他的父皇，做了皇上。市民是个忠孝的孩子，他不会做那些大逆不道的事情。他也许忠孝，可他手下的将领们未必忠孝，他们对陛下失言，没有立秦王为太子，满怀愤怒，甚至是仇恨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别说了，朕不是跟你说过吗？朝廷的事后宫不要管。陛下，臣妾不是问朝廷的事，臣妾就是为陛下担心。好，朕知道了，朕心里有数。来，大哥，你知道吗？明天调兵田猎，父皇命我们兄弟3人快马齐射定兵权，谁胜了谁就领兵退敌。哦，
元庆，父皇就是想借这个机会把兵权交给市民呢。大哥，此话何解啊？你想，论骑术，论射箭，你我都在市民之下。那也未必，明日我倒要与二哥一决高下。嗯，高下，哼，不在骑射，在什么？计谋。今日射猎，朕已经说过了，你们既要比出胜负，更要比出勇气啊！儿臣明白。明白。去吧。市民啊，最近我得了一匹北湖宝马，能跳跃数丈深渊。我若骑那宝马，今日定能胜你。那好啊，大哥为何不骑那宝马？哎，那宝马性烈，我的骑术难以驾驭。二哥的骑术在大哥之上，不知大哥肯不肯把宝马借给二哥一骑啊？嗯，市民要是有胆量，我愿献出宝马。市民，骑北湖宝马战胜北湖军队，那才更有意义啊！二哥，你有没有这个胆量骑北湖宝马呀？不敢骑北湖宝马，怎能打败北湖骑兵呢？好，说得好，元吉。去把宝马给市民牵来。好嘞，大哥。这，走。大哥，这马能行吗？你就等着吧。二哥这次真的是回不来了。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，这怪不得别人。大哥，咱们走吧。嗯。大哥，二弟啊，这马还不错吧？这马要杀我，可是我有天命，畜生怎么能杀得了我呢？大哥，杀虎不死，必被虎伤。好戏还在后面。陛下，臣妾听说今日射猎，秦王从马上摔下来了。啊，这个孩子好胜，不小心差点丧了命，亏了他骑术好。臣妾听说，秦王可不是这么说的。他是怎么说的？秦王说他有天命，当为天下之主，一匹马岂有伤害他的道理？这是谁告诉你的？好多人都这么说呀，太子和齐王也听到了。这孩子，他怎么这么说？
天子自有天命，非用权术可以取得。如今你只是个秦王，几件战功而已，就想急于做天子，你把你大哥放在哪里？你把朕又放在哪里？父皇，我没说这种话，是有人想用马害我。我是说，天命不让我死。不要辩解了。你不是想做天子吗？那为父让给你就是了，你明天就可以登上皇位。父皇若是不信，可将儿臣交与刑部查处，儿臣若有篡位之言，当斩无赦。好，朕成全你，就交与刑部处置，摘掉李世民王冠，交刑部。遵命。慢，我自己来。陛下，陛下，北湖的铁骑已经过了滨州，逼近长安。陛下，不能再犹豫了，只有秦王才可以战胜强敌啊！陈四，怎么这两天长安城这么冷清啊？姑娘，我都打听了，不光咱们，是长安城所有的酒馆都冷清。为什么？这官兵都到滨州和北湖人打仗去了。北湖人带兵的可是两个可汗，还有一个是突利呢。这长安城的老百姓诚惶诚恐的，都在收拾金银细软，准备逃离呢，哪有心思喝酒啊？咱这酒馆是生不逢时啊。官兵的统帅是谁？啊，秦王李。你去给各家发请旨，邀请他们喝酒，得胜酒。官兵不胜，酒不要钱。姑娘，北湖这次是倾全部草原兵力，数十万之多呀。李世民只有几万人马。你不要管北湖有多少人，只管发请旨。不是，这姑娘，李世民一旦要是败了的话，你连哭都来不及啊，那可就赔大了。你不去，我去。我去，我去。元吉，北湖的十万先头骑兵已到了城西，今日将有一场恶战。哼，只要我们坚守不出，他骑兵再多，哼，也奈何不了我们。去告诉唐朝的军队，本可汗在此设阵等待秦王，如果他秦王不敢来，就让他交出滨州，撤离长安，本可汗饶他不死。是。协力已经下了战书，若是我们不出城迎敌，不但军心不稳，还会被天下人耻笑。二哥，我记得你攻打霍邑宋老生的时候，就是激他出城，然后消灭他。我又不是宋老生，协力他也不是我李世民。北湖大军胜我十倍，你要出城，不就像当年的宋老生一样吗？正好相反，如果我们不出城，那才是宋老生。哼，二哥又在说笑了。我并非说笑，北湖大军千里奔袭，不知我军底细。如果我们固守不出，北湖人就会知道我们的虚实，北湖大军蜂拥而至，我军难以抵挡。所以今日我军不能有一丝的胆怯，应该出城与之决战。
北湖大军在城外依据山势设阵，占据了有利地形。二哥固执出战，一旦闪失，追悔莫及啊！我不会失利的。北湖的两位可汗并非一心，始毕可汗生前是想让他的儿子突利继承汗位，始毕死后，先是他的兄弟楚罗，再是他另一个兄弟协力继承了汗位，将十几个部落交给了突利，让他做了小可汗。虽然如今他们叔侄共同出兵关中，但是面和心不和，我们有机可乘。元吉，你愿与我并肩出战吗？哼，二哥，请恕元吉不能跟随二哥共同出战迎敌。哼，即便是协力的军队，也胜你八倍。我劝二哥最好不要出城应战。你不愿出战，我一人前往，你就在此观战吧。殿下，嗯，命令城内军队收拾行装，准备撤离。秦王若败，何人接应啊？他固执出兵，失败乃咎由自取，我们没必要管他。可秦王是元帅啊。元帅，元帅不在，我这个副帅就是最高统帅。传令吧。是。陛下，陛下，秦王李世民来了。他带了多少军队？随行的只有几十骑。他也太狂妄了。秦王用兵鬼神难测，可汗不可轻敌啊。哼，这我知道。协力可汗，你与大唐和亲，可汗为何总是背弃盟约，袭扰我大唐的诚意？秦王殿下，本可汗并非背信弃义。草原去冬遭遇风雪之灾，牧草不肥，牛羊不旺，数十万草原勇士无以充饥。本可汗爱惜他们的生命，只好带他们到长安居住，以解困境。我是大唐的秦王，我也爱惜可汗的勇士。可汗若敢与我独斗，我在此恭候，胜者当可以得到长安。可汗不可上当与他独斗，秦王一张弓，天下无敌。哼，匹夫之勇，本可汗怎能上他的当？可汗高高在上，不愿与我独斗，那就率领你的勇士与我决战吧。我只率领几十骑与你决战，胜者照样可以得到长安。李世民，你这个狂妄之徒，我今天非把你擒住不可。秦王并非狂妄，他一向诡计多端，说是以几十骑迎战，身后定有伏兵，所以才敢如此有恃无恐。我早就看出来了，我是不会中他的诡计的。协力可汗，你如若依仗着可汗高贵的身份不愿与我决战，那就请你的侄子突利可汗出来吧，我愿与突利可汗一决高下。去请突利可汗。可汗，突利可汗也不是他的对手。正因为如此，本可汗才请突利与他交战。是。齐王殿下，都准备好了，只要你一声令下，军队随时可以撤离滨州。好。二哥呀，对不住了，我要走了，走，撤离滨州。哎，殿下，秦王还没有消息。殿下此时撤离滨州，秦王一旦得胜，殿下何以面对秦王，何以面对天下？秦王几千人马跟北湖十万大军对抗，你说他有几成胜算呀？即使一成，殿下也应等待，否则殿下回去无法向皇上交代啊。好，我等，我等他到兵败之时。
图利可汗，我们九年未见了。九年五个月了。哈哈，好记性。你还记得我们当年弯弓射雁不分胜负吗？你胜了。图利可汗还是那么诚实。我们草原的人以诚实为本。可汗当着众人的面奢谈诚实，就不怕天下人耻笑吗？谁敢耻笑本可汗？我。我没有辜负你，更没有欺骗你，你为什么要耻笑我？可汗当初与我在太原城外建立同盟，答应有战事相互救援，可如今可汗带兵攻打我，违背香火之情，难道我不可以耻笑你吗？竭力可汗，我要回去了。你回哪儿去？就李世民与秃利说的香火之情是何意？不会是什么阴谋吧？秃利与李世民有旧情，秦王在太原举兵，秃利还帮助过他，秃利对可汗始终怀有二心，他们之间很可能有阴谋。哼，我说李世民在本可汗面前竟敢如此狂妄。告诉李世民，本可汗并不是为了战争而来，是为了与大唐重申坚固的联盟。可汗打算退兵了？不，退便是进。齐王殿下，协力退兵了？怎么可能？真的，末将派去的人亲眼目睹协力的兵退了。秦王用的是什么魔法？协力退了多远？退了30里。这不是退兵，是诱敌。如果二哥胆敢再进兵的话，协力会一口吞掉他，连骨头都不吐。殿下，是否应该派人出城提醒秦王？哎，不用，秦王刚愎自用，谁的话他都听不进去的。天又下雨了，殿下，我们回去吧。传令全军，马不卸鞍，人不卸甲，随时准备撤离滨州。是。协力退兵30里，其意不再退，而是再进。如果我们不继续追击，协力就会看出我们的虚实，协力的骑兵便会再次兵临滨州。所以本王决定要继续带你们追击，与协力决战。殿下，天在下雨，道路泥泞不堪，三老城并非怕苦，这路不好走啊。如果天不下雨，我还不敢进军了。殿下之言老城听不明白。北胡人作战惯用的是弓箭，而如今已下雨多日，北胡人弓箭的弓弦竟受潮松弛，所以北胡的弓箭已无尽力。这就像是飞鸟折断了翅膀，而我们的军士惯用刀矛，所以我们的兵器依然犀利，如果不趁此良机，如何能战胜强敌？对对，殿下就是在世的诸葛孔明。有秦王殿下在，咱老城所向无敌。今夜进军，兵分三路，尉迟恭带领左路，遵命。秦琼带领右路，遵命。我带领中路进攻协力营地。那我呢？我带哪一路啊？你去见秃利。就我一个人？还有你这张嘴。让我去做说客，我不敢。军令如山，违抗者严惩不贷。殿下，不是我不干，我干不了。我告诉你怎么干。弟兄们，吃饱了喝足了，明天出战，擒住李世民。可汗，这老天爷不睁眼，连天下雨，雨天潮湿，弓箭不能用，如何出战？我说的是，等天晴了，一定要擒住李世民。可汗，李世民兵分三路向我们的营地逼近。有多少人？夜暗看不清楚。哼，李世民他是来找死，传令全军准备与李世民决战，定叫他有来无回。是。可汗，我看还是派一个人到秃利的营地去看看，探探他的动静，他何去何从，牵动胜负啊。
你派人到秃里的营地，叫他过来驿站。是。秦王的意思我都明白了，华干阁为玉帛，与大唐和睦相处，我早有此意。我虽为可汗，但我管辖的只有十几个部落，草原大部分的牛羊和勇士都够协力可汗，他不点头，干戈很难化为玉帛。秦王说阴雨连绵，若动干戈，大唐士兵的长矛必胜草原的弯弓。李世民用兵如今是越来越老道了。秦王还说草原本应该属于秃里可汗，可你的叔父们掠走了你的牛羊与勇士，如果可汗愿意收回自家财产，秦王愿意帮助你。好，那就多谢秦王了。嗯，可汗，协力可汗请可汗到他的大帐驿站。你告诉协力可汗，我将与大唐亲王华干阁为玉帛，如果他独自出战，雨天的弯弓战胜不了李世民的长矛。是。本可汗的弯弓不行，本可汗的弯刀还在，我就不信我们十万铁骑胜不了李世民。传令全军，今夜与李世民拼死一战。可汗，大业十一年，李世民曾打败过始毕可汗的30万军队啊。武德五年，他又打败了15万北胡勇士。哼，那是他没遇到本可汗，本可汗今夜与他一战，定高下。可汗，秃里要是不战，你孤掌难鸣啊。哼，他不出兵，本可汗手下的8万勇士也能擒住李世民。可汗，始毕可汗在位的时候是把草原传给他的儿子秃里，可后来草原归了可汗，秃里一直怀恨在心啊，他一直窥视着可汗的牛羊与勇士。今夜他如果和李世民暗藏阴谋，互相勾结的话，可汗，你不但难以得到长安的子女玉帛，恐怕连这草原也将归了他秃里呀。那你说怎么办？顺从秃里，与大唐讲和。本可汗倾草原之兵，总不能无功而返吧？此次作战失去天时，可汗这次无损而返，已经是上天的意思了。可汗，李世民的军队正在进攻我军左营，我们的士兵失去了弓箭的威力，难以抵挡唐朝的军队啊。可汗，再不决断，将葬身关中了。剑河，姑娘，胜了，秦王胜了，咱们的得胜酒赚大了。得胜了，胜了，胜了，我就知道能胜，一定能胜的。姑娘，你知道咱们赚了多少银子吗？赚多少银子都无所谓，能胜就好。老板娘，我们给你送钱来了，得胜酒钱。这位客官，一顿酒席值不了这么多银子，一两银子就够了。老板娘，普通的酒席一两银子足矣，可是你的得胜酒宴不是普通的酒席，那个时候整个长安恐慌不安，你一个小小的酒馆，一个普通的女人敢设得胜酒席宴，还说唐军不胜不要钱，这是何等的气魄。此酒席宴传遍了长安城，是多少恐慌不安，原本要弃长安而四处奔逃的人又都留了下来，他们不是为了要喝你一顿酒，而是一个女人让这些无耻丈夫感到有愧。我当时也是想走，连铺子也不想要，是你的酒宴让我留了下来。现在秦王胜了，我的铺子保下来了，是你的酒席宴保住了我的铺子。这点银子不多啊。不行不行，一顿家常酒宴就是说到天上，我也不能收这么多银子。老板娘，我们也是来送银子的，你要是不收我们就不走，天天在这里喝酒。那好，还是老规矩，一顿得胜酒宴一两银子。好，太好了。
朕要的就是不用兵戈，令北胡退军。是您做的比朕想的还要好。你不但令北胡退了军，还与北胡结为了兄弟。朕的北部郡县可以安定了啊！世民啊，以后无论发生了什么风雨变幻，你都是大唐的中流砥柱，是朕的天策上将啊！谢父皇信任。哎呀，建成元吉，你们都是朝中重臣，朕希望你们能像世民这样，为了大唐，为了社稷，兢兢业业，呕心沥血，危难之时要挺身而出。嗯，儿臣遵命。嗯，父皇的教诲，儿臣铭记在心。嗯。姑娘，嗯，你知道咱们赚了多少银子吗？不是十两吗？我是说这一个月。多少？300两，能盖好几间酒馆了。啊、哦，这么多啊？应该还多呢。上次得胜酒就能赚这个数，可姑娘不要啊。那钱咱不能要，说好的价钱就不能变。嗯，也是。哎，姑娘，咱这银子虽然没多要，可咱这得胜酒，长安城里无人不知啊。可别这么说，有的人就不知道。啊？谁呀？关门吧。哦。你说的就是这儿吗？别看这酒馆小啊，这酒馆的得胜酒，全长安城可是无人不知啊。哎，没想到一个小小的酒馆竟然有如此气魄。改天拿100两银子，以表敬意。他们可不收银子，这家酒馆啊，只收酒钱。好啊，难得呀。殿下，要不然进去喝两杯？啊，不了不了，我发过誓，不再喝酒了。哎。这可是得胜酒啊，走走走。那就喝两杯。就两杯。殿下请。小二，两杯得胜酒。来，请坐。哎，来了来了来了。快，两杯得胜酒。先给你收拾一下啊。陈四，陈公公。啊，殿下。姑娘，姑娘，怎么了？他来了。谁来了？他来了。吃了很多苦吧？月容，二哥。
我以为你把我忘了。在长安的城门外，我见到过你。你骑着高头大马从我身旁经过，我一直看着你，可你连一眼都不看我。皇家的军队走远了，你也把我忘了。怎么可能呢？我怎么可能忘了你呢？你是我的恩人，我的知己，我想你，我天天都在想着你。我也是。月容，我应该知道你会来，我也应该想到，只有你才敢赌着得胜酒，是吗，月容？永远都不要离开我，跟我回秦王府，好吗？为什么？难道你还在记恨我？是因为你的父皇吗？父皇已经很遥远了，我不会因为他记恨任何人。那你为什么不跟我走？皇太主死的时候，我曾经发过誓，不再进帝王家。我可以不做帝王的。不会的，街上的人都说，只有你才能继承大唐的皇位。二哥，你不要怪我，皇家的腥风血雨我已经看累了，也看腻了，只想过平淡的生活。你能来看我，我已经很满足了，真的。月容，我会常常来看你的。我有好酒。大哥，这个月丁巳日，太白星从天空经过。有人说是天下要换新主了，这话是谁说的？还能是谁说的？二哥的人，文学馆的学士。大哥，二哥的威胁从来没有像今天这般严峻。我们准备了两年，积蓄了足够的力量，该动手。抓紧时间，快点。我是担心父皇。两年前父皇的警示就像一把利剑悬在我的头上。大哥，父皇的利剑是悬在头顶上，可二哥的剑已经对准了咱们的胸膛啊。我是想等他们先动手，我们后发制人，父皇就无话可说了。哎，大哥迂腐，虽然东宫的力量今非昔比，可二哥手下的人皆如狼似虎，若二哥先动手，大哥还有后发的机会吗？大哥，二哥已经派邢台工部尚书温大雅、车骑将军张亮一行千余人马去了洛阳。洛阳乃行胜之地，一旦长安有变，秦王便可据城一守。秦王还派李世济前往山东，带了很多金银丝帛，看样子他们是想把山东英雄豪杰尽揽麾下。大哥，再不动手可就真没机会了。元吉，我们进宫去。怎么，去找父皇？我们去找管父皇的人。对，你找德妃，我找婕妤，咱们双管齐下啊。
德妃。太子。有人要杀我。是谁？陛下吗？不，是秦王。你是太子，可以先杀了他。可是，我担心父皇。他。你不要担心，有我在。Mm-hmm.